有上礼拜有参加台北场的捷径马拉松吗？有。好，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在这边看到大家。那哎，今天是捷径马拉松的最终场是吗？不是，还有台东是不是？台南哦，台南哦，哇，对、啊、恭喜大家现在办很大，越来越多场，而且我们这边在台北的捷运站什么，其实都有看到广告，然后还有包含最近在世足嘛。然后就是看转播的中间有看到捷径马拉松的广告，而且有看到那个女足跟男足的队长也有一起响应，觉得非常的 respect。好，那因为我们今天带来非常多歌曲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继续跟大家写信。对，大家可以就是不要拘泥于看演出，也可以一边写信。然后下一首歌 Claire。Like a bird flying high.